那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傍晚，他们在仁爱公园旁的柳树下，男孩牵着女孩的手制造了浪漫，那时候还不知道 KTV 有屋顶唱，此时男孩从口袋掏出了吉他，开始他对着女孩唱着我要把你娶回家，女孩低着头含着羞没有回答，他说他想要写在纸上，男孩下了决心，他去提了亲，那年他21，女孩的父亲说话应该没出息，他组了两个乐队每天赶着凑聘金，舞厅演不完的赶着去歌厅，钢琴也可以大半夜拉小提琴，女孩的父亲终于感受到她的艰辛，于是她对着男孩说我把女儿交给你，男孩趁机加薪，女孩挂了复信，家里所有鸡毛蒜皮的事情女孩都一手打理，每天吃饭时间她煮的菜不会输给餐厅，有天他们当了爸爸妈妈，接着又生个当了阿公阿妈，再次回到公园里她告诉孙子这是他们当年一起写的柳树下，那是他们相爱的纪念品，放进时光里任岁月流去，男孩说他依然记得歌词和旋律，他说女孩真的真的很伟大，他把大半辈子都奉献给这个家，他说我们都要乖乖听话，要记得放假常常回来看阿妈，是阿妈教我闽南话要怎么讲，是阿公教我下山舞台怎么放，我都依然记得从来都没有忘，当我想家我就踏上车子回老家，男孩依旧是那么英俊潇洒，女孩依旧是那么和蔼慈祥，那天在医院里的病床旁，我听见我看见男孩对着女孩唱，